隐韵乃天成，绕梁有余音，膝下无半子，胸怀慈母情。膝下无半子，胸怀慈母情。这慈母说的不就是您吗？您的名字一直珍藏在人们心中，时时念起，总会令人感动，令人起敬。您的名字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每每想起，总会给我温暖，给我力量。我们在心中一次次地呼唤着您的名字，尹桂芳。是谁在叫我的名字？哦，是你们，我的姐妹，我的学生，还有我最亲爱的观众们。是谁在喊我的名字？哦，是童年，是新昌，我梦想开始的故乡。是谁在呼喊我的名字？哦，是越剧，是舞台，那个让我一辈子魂牵梦绕的地方。老师，您听，今夜那熟悉的旋律又在您的家乡新昌响起。
到权位高起王来临，大步走奔水中那帅官气色写分明，几经来多留停，今日来交帅命，想起了两家家道贫，莫非是无有人前来算命？我本是金都城来的王先生，得到黑你娘娘命，大富人家叫算命，凭借了虚无良名，总等成家叫算命，抬错抬反得点心，贫穷成家叫算命，多要银子多分。堂上家中与小儿，先生我要送礼金，到天同前面试问送这小儿马高兵。
香在草上把泼墨小一分两把三次清香炉中茶荤素把菜香观草千丈地不完江烧葡萄用玉用地乱江玉花桥在花上爬完一碗酒一杯坐上夸子有一裳哎呀看起来不算为我做三句你怪下娘子心里藏啊熟悉的旋律啊，如潺潺流水，悠悠流淌，从善溪水、曹娥江到黄浦江，从浙北山村到大上海，我们这些不经事的小姑娘啊，是怀着一个越剧梦，一路来到了都市的繁华。在这里，我接触到了话剧、电影，这些全新的艺术，也给了我无限的激情与遐想。是啊，老师，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您独有的艺术初步形成，它质朴无华，它博采众长。到了五十年代，一门叫做影派的艺术日趋完善，您的艺术，您的为人，在姐妹们中有口皆碑。殷桂芳老师是阿拉有一家前辈，也是大家尊敬的一位德艺双馨的老师。殷大姐是越剧界大家公认的德艺双馨的老大姐。对他的艺术，大家族非常欣赏的。我呢有幸在1949年与殷大姐有一段短暂的合作机会，也非常高兴。我希望影派艺术发扬光大，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希望影派的传承，好好地传承殷大姐的艺术，她的德行，能使殷派艺术发扬光大。在都市的舞台上，您的艺术芳华四溢，尽情绽放。何文秀、梁玉书、王石鹏、
贾宝玉、屈原，一个个栩栩如生，风神俊朗。这些经典的形象也永远留在了粤剧艺术的不朽殿堂。下雨，洒我心。
妹妹，
亲不离你，我和你今生又是亲兄妹，那是两小无猜共枕老师，您听见我们的演唱，看到我们的表演了吗？我听见了，我看见了。越剧舞台依旧那么亲切，越剧观众还是那么热情。我仿佛
又听到了从上海开往福州的火车的轰鸣，我仿佛又看到观众们恋恋不舍的泪光。是啊，老师，您还记得1979年文化广场影派演唱会上万人相聚的画面吗？从那时起，影韵又馨香，桂子又飘香。在中国最高的艺术圣殿里，总有影派小生的潇洒自如，在民间乡下的草榭歌台上，也有影派小生的委婉缠绵。浪荡子、张宇、竹海、桃花扇、沙漠王子，越剧舞台上，您的影派艺术再次尽情绽放。
小天使，我是满心欢喜做爸爸，他呀呀呀女对成笑，远远坠落家不娃娃，留下一件小甜蜜，充满欢乐愉快，妻子欢笑，亲人间老于心讲笑话，我在公司当着员，春风送暖到股票把头记住，吃炸掉都把灵魂啊，倘若风雨遇人陪，每句行人是刀一把，我是城里灯红酒绿的，最深梦是老姑娘，妻子可亲将我劝，老母亲问家母妈，口是声尘声话，我句句言语刺痛他，我退了心脏难为重，他愿明白是他把心脏变千种妩媚，
上笑脸变恶脸，从此踢出大门外，我到此凉心。Oh.
传奇，腔草调味的是铁子兵，武艺中从容好年轻，你应该把你马兜里，我此生一晚不成心，是他们母女送断缘，早会送我转身到这里。江北关中生团我长生盼盼望，切切我把往事
相遇
天造福星堂，王子他佛果从返去皇宫，盛宴桃花心悲伤，色戒衣裳宫门望，到夜里烛上相思叫醒来浮生一流浪，月照魂苍，他自语一阙古今悲往事，此落琴声凄切响地应当，于是他乔装改扮立古图，于记得您说过，残了尹桂芳，自有后来人。老师，希望我们这些后人没有让您失望。我哪会失望？我看到了一个个我演过的那么熟悉的角色，我也看到了一个个我想演却没能演的人物，我更看到了那一个个由你们塑造的全新的艺术形象。残了尹桂芳，自有后来人。感受到的是对越剧未来满满的希望。是啊，老师，
我们没有让您失望，我们更不会让您失望。您的学生，还有您学生的学生，已经七枚绽放，文华奖、白玉兰奖、金桂奖、月美中华奖等等等等，无数优秀的影派青年演员以及影派爱好者不断的涌现，桃李满枝头，兰桂遍地香，影派大家园，枝繁更叶茂。今天我们也带来了自己新的作品向您汇报。乘风归去，犹恐琼楼月圆。
Oh!
他帮刘一梅，
Thank you.
须采公，的重担压上肩，一颗心从你真正打开我，十字恨家事不心虚，骄傲靠我自我，修啥家修事，谁空不空？抛皮家。求闻儿富贵颂，同情人房地房走地走，一家子拜地拜佛老师，您知道吗？在您的家乡新昌，一座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剧院——尹桂芳大剧院落成了。今夜，您牵挂着的家乡父老乡亲们来了，您的传人们来了，喜爱你影派艺术的观众们，年长的、年少的，他们都来了。今夜没能到场的学生们也发来了他们的心声。各位领导，各位文艺界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影派艺术几代传承人之一，我叫陈淑君，现在已经退休多年了。大家好，我是毛威涛。我是王君安，丝绸尹桂芳。新昌自古以来被誉为越国敦煌，又称桂花之乡。102年前，我老师尹桂芳诞生于此。我老师淳朴的人生价值观和文化自信，在他一生的艺术生涯中，让越剧影派艺术得以从新昌的田间牧野走进各个剧院殿堂，成就非凡天章。越剧界曾有十生九影的说法，其中的影便是恩师尹桂芳创立的影派艺术。影派艺术魅力无穷。今天在新昌，我老师的故乡，以老师命名的尹桂芳大剧院终于诞生了。热烈的祝贺新昌尹桂芳大剧院落成。因为呢，正在创作排练一个中国希腊文化年的剧目，非常的遗憾不能前往参加。衷心祝愿尹桂芳大剧院成为传播精品戏剧的艺术殿堂，成为新昌的文化新地标。在这新剧院落成典礼上，首演影派艺术各代传承人演唱大会，恭喜恭喜，衷心的祝愿这次演出圆满成功。由衷感谢所有主办和主持策划这次活动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单位和个人，你们辛苦了。在这里我还感谢越剧皇子赵志刚导演、顾学峰老师，你们辛苦了。在此呢，衷心的祝愿影派传人演唱会取得圆满成功，以此呢告慰太先生的在天之灵。衷心的希望影派艺术代代相传，再创辉煌，也祝新昌各项事业大体成功。这时间过得真快呀，我离开家乡已经很久很久了。是啊，老师影韵天成，桂子天香，只要影派艺术在，您就永远在。走过百年的越剧依旧是那么年轻，我会永远和家乡、和你们、和越剧一起走下去，一起看青莲盛开，桂子飘香，一起看青莲盛开，桂子飘香。Thank you.
Oh.